朋友，没接什么东西啊，但就可能一个月拍一个小东东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有看你那个国军纪录片，我超爱的。那个是真实血汗的国军。真的我真的是因为你，我要选替代役。没有啊，可是我听也有是爽兵的，我那个算是就是可能比较正常吧，或者是比较超的。但我有听到有很爽的，就是进去是玩 Switch 的，然后用笔电，然后门口不检查，这个比较。